我是 Louis Liao， 然后我是 April 22的首席执行官。April 22改变我最多的是，我加入的原因是因为它改善了我的肌肤问题。然后呢，其实我觉得加入微商是可以，让一份可以让自己成长的事业，因为呢，你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技巧，然后甚至去提升你自己。再来呢，就是说你可以认识到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，可是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的。首先呢，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我的姐姐们，还有我的老公。因为呢，虽然我的专业是一名验眼师，可是呢，当我决定就是辞职加入这个微商的时候，他们是非常支持的，然后他们还会时常鼓励。也因为他们的支持，所以我可以更加专注的去经营这份事业。那当然还要感谢 Arisa， 她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，去给更多女性去创业，然后找到自己的价值。那最后呢，我就要感谢我的团队，就因为他们的相信跟他们愿意跟着我，然后我才能建立了今天自己的团队。